欢迎收听科幻未来有声小说《吞噬星空》，作者我吃西红柿，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第281集。不过，很遗憾地告诉大家，这磨砂族皮肤是残缺的。龟克老者指着旁边屏幕，那蕴含奇异暗金色密纹的黑色皮肤。这皮肤仅仅是磨砂族族人身上皮肤的一小半，其他的在争斗中已经撕裂或者被毁掉了。嘿，这不耍人吗？这种密纹参悟本来就无比艰难，买回去万人中都难得有一个参悟成功，能略有启发就不错了，而残缺的更是几乎没有参悟成功可能啊。空欢喜一场。拍卖厅中一阵嘈杂议论，完整的皮肤和残缺的价格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令在场很多人很失望，可却令其中的某个青年很是激动。残缺的，残缺的好啊，残的越多越好。罗峰眼睛一亮。罗峰哑然，在场100多万名与会者是有一些不朽存在的，不朽存在东西的确会令价格冲高，对不朽而言，10混元单位的确不算太大数字。他们应该不会挣吧？罗峰暗道。得看运气，不朽中大多不会争这残缺秘文，可说不定就有人动心呢。罗峰一咬牙，拼了，看运气吧。这磨砂族皮肤绝对是非常适合自己的第二分身选择，作为能量生命中佼佼者，号称最强暗杀者存在，就算和金角巨兽相比也许会略微差点，可也差不了太多，单单皮肤就能令界主们倾家荡产也买不起，可见其珍贵。磨砂族皮肤就算空间秘文很难参悟，可毕竟还是有一点概率的，更何况这磨砂族皮肤绝对是无比稀罕的，磨砂族族人数量极少，这皮肤绝对是最最珍贵稀罕的收藏品，单论收藏价值也够高了。龟克老者高声道，这令远处的罗峰咬牙切齿。好，现在开始拍卖，底价依旧为零。1混元单位。第一个报价出现在在场所有人拍卖令牌屏幕上，磨砂族皮肤的拍卖开始了。能量类生命中的巅峰种族之一磨砂族，拥有着最强暗杀者族群称号，论数量磨砂族族人虽然没有金角巨兽那么稀少，可是单单论皮肤，磨砂族族人皮肤珍稀程度丝毫不下于金角巨兽尸体。可惜残缺的磨砂族族人皮肤本身的修炼价值已经很低了，主要是收藏价值而已，对此罗峰还是很开心的。希望不朽存在们千万别头脑发热。罗峰心中暗暗祈祷，1混元单位对于界主是笔大数字，没特殊情况下界主不至于浪费钱，怕就怕一些不朽存在们砸钱。11000亿宇宙币，11500亿宇宙币，令牌屏幕上数字在不断上升，15000亿宇宙币，15100亿宇宙币，15600亿宇宙币，15900亿，数字不断跳跃，仅仅片刻就上升破20000亿，也就是2混元单位。一个残缺皮肤有必要吗？罗峰咬牙，那是有空间本源秘文的皮肤，可它是残缺的。罗峰咬牙输入一个新的高价，价格以让人眼花缭乱速度不断跳跃，特别中途偶尔会有几个大跳跃，令价格迅速攀升超过30000亿，而后这报价上升幅度就明显开始下降了，毕竟再怎么样这也只是一个残缺的磨砂族族人的皮肤。3混元单位。
再高没意义了。在上百万个王座上，其中一个王座上的客人，他穿着漆银色盔甲，且白色眉毛，白色瞳孔，光头，整个人面带笑容，让人觉得他整个人好似是一颗温暖太阳一样，虽然温暖，但却需要仰视。3.6 个混元单位，如果拍下这磨砂族族人皮肤，就放在我的修炼室中吧。一位银发的黑袍老者看着报价突破36000亿，不由摇头停止报价。够了够了，别生了。罗峰盯着拍卖令牌屏幕，手指握着令牌都咯吱咯吱直响。39000亿。罗峰一咬牙，再次输入价格。别人可以不买，可是自己得抓住机会买下。输入价格之后，连忙盯着屏幕继续看，屏幕上显示的数字依旧是39000亿宇宙币，过了数秒钟都没有变化，这令罗峰有些兴奋起来。39000亿，还有没有更高价？倒数3秒，3、2、1，恭喜这位客人，你得到了磨砂族族人残缺皮肤。龟客老者的声音回荡在浩瀚一眼看不到尽头的拍卖厅中。罗峰看着拍卖令牌上显示的讯息，不由长出一口气。罗峰，你成功了。巴巴塔惊喜万分。运气好，真害怕超过我的承受范围啊。罗峰脸上满是笑容。够了，自己参加这场前屋拍卖会，见识了上千种数万件珍贵物品，同时也购买不少重要物品。蓝可果实是给魔云腾服用，而眼神冰是将来很长一段时间自己的贴身兵器。磨砂族族人的皮肤更是自己用来孕育第二分身的。第二分身磨砂族人。我现在就担心一点。罗峰暗道。担心什么？担心着磨砂族皮肤原主人势力等级，金角巨兽孕育分身是无法孕育超过自己的分身的。现在金角巨兽是宇宙级6阶，那么孕育分身最高是孕育宇宙级6阶的。这皮肤的原主人，希望别超过宇宙级6阶。罗峰心中道：“只能看运气了。不过，罗峰，你放心，磨砂族作为最强暗杀族。”越强就越难击杀，更别说击杀后还保留其皮肤，所以他是界主的概率几乎为零，域主概率较高，宇宙级概率更高，当然还是得看你的运气了。这场前屋拍卖会吸引了前屋宇宙国内超过大半强者，乃至于还有其他宇宙国的一些不朽来参加。某帝国皇帝，某组织首领，乃至于某神国的神主不朽，都只是拍卖会与会的一员，而罗峰也是其中一员。而很多身份极高人物，他们参加这届拍卖会最主要目标，就是为了那一件最重要的压轴拍卖品。各位，本届拍卖会到现在，压轴拍卖已经连续拍卖了99件。龟客老者满脸笑容，声音回荡在整个拍卖厅。只剩下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这件拍卖完毕，那么本届前屋拍卖会就正式结束了。相信大家都等不及了，其实我老巴托也等得心急啊。龟壳老者声音突然高亢起来。现在我郑重宣布，这最后一件压轴拍卖品初始宇宙参悟名额一个。龟客老者双眸耀眼无比，声音响亮。界主级的名额，这是进入初始宇宙参悟的名额，相信在场所有界主不朽都很清楚，这样一个名额是何等珍贵。整个拍卖厅完全沸腾了，
虽然早就放出了风声，可听到最后一件拍卖品真的是这名额，整个会场还是沸腾的。初始宇宙，传说中的初始宇宙啊，能够进去看一看，就算达到大限死去，那也是值了。听说初始宇宙和我们这元宇宙不一样呢。初始宇宙的名额早就被五大巨头给把持了，就算各个宇宙国都很难弄到一个名额，更别说是借助其名额了。这下要疯狂了，拍卖价一定会非常疯狂的。议论声音不断，罗峰都感觉到周围的议论声音中蕴含的炽热、羡慕、期待、激动。巴巴塔，初始宇宙参悟名额什么意思？这初始宇宙那是什么地方？罗峰问道。罗峰，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宇宙最是浩瀚、广阔，种族无比的繁多，这宇宙被称之为元宇宙。元宇宙是非常完善的宇宙，想要参悟本源法则非常艰难。不过初始宇宙不一样，初始既然称之为初始，代表初始宇宙是处于宇宙进化过程中的初期。传说那初始宇宙中还没诞生什么生命，传说那初始宇宙中因为没完善，所以天灾不断，传说因为没完善，所以更加容易感悟其本源。在宇宙中，一些超级组织如虚拟宇宙公司、宇宙星河银行、巨斧斗舞场等五大巨头都会偶尔派出一些重要精英前往初始宇宙进行参悟，在初始宇宙中参悟更加容易进步。罗峰听得很迷惑，这初始宇宙是哪冒出来的？怎么过去啊？不知道。而拍卖厅中，龟科老者高声道，借助巅峰进入初始宇宙，达到不朽的概率超过二分之一，这名额无比珍贵，现在拍卖开始，底价依旧为零，1000回元单位。上百万客人的拍卖令牌上浮现这个数字，这令很多借主们暗叹财大气粗啊。数字突然一跳，10000回元单位。寂静，整个拍卖厅完全寂静下来，所有借主们都有些傻眼，这是整个拍卖会从头到尾第一次价格达到10000回元单位，这是四星级账户的门槛，在不朽强者中拥有10000回元单位已经算混得不错的了，砸出10000回元单位只为一个借主级参悟名额，的确很夸张。天哪，这才是借主级名额，如果是不朽级名额，那得多贵啊。罗峰瞪大眼，不朽级的名额根本不会出现在初等拍卖会上，一般会在中等拍卖会上当难得一见的压轴，或者是出现在高等拍卖会上，就算你老师倾家荡产有时候也买不起。巴巴塔感慨不已。啊？罗峰一愣，你老师当年去参加过拍卖，可最终倾尽财力也没够，所以你老师也没有去过初始宇宙。老师也没去过？虽然没去过，可是那也就是一个特殊地方罢了。初始宇宙是处于宇宙进化的初始状态，论大小也远远小于元宇宙。元宇宙蕴含无数种族，无数生命，人类只是元宇宙无数生命的一种。元宇宙才是真正的核心，其他什么秘境、神国、世界、初始宇宙，还有一些特殊地方，很多甚至于都是依附元宇宙，或者说很多只是元宇宙的一部分。一部分？罗峰迷惑了。现在和你说你也不懂。这个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你老师虽然算是不朽中的强者，可浩瀚宇宙强者如云，比你老师强的也有一堆。而且宇宙太过浩瀚，就算不朽，耗费10000年也很难探索遍整个宇宙。所以对这宇宙你老师也仅仅知道一星半点儿。我知道的当然也不会太多，
作为最古老、最强大、最神秘的元宇宙，想要知道更多，就得靠你自己了。罗峰一笑，自己现在仅仅是在黑龙山星域魂，都没进前五宇宙国，更不敢说探索整个宇宙了。毕竟人类族群仅仅是浩瀚宇宙中生命的一种罢了。36530魂元单位，有没有更高的？36550魂元单位，37000魂元单位，现在是37000魂元单位。龟客老者声音响彻巨大拍卖厅。有没有更高价？现在倒计时了，10、9，37500魂元单位，新的高价，新的高价，最后时刻，错过了就再难遇到了。10、9、8、7、6、5、4、3、2、1，恭喜这位客人，你得到了这进入初始宇宙参悟的界主机名额一个，预祝你麾下诞生一位新的不朽。龟客老者声音高亢，本届拍卖会所有拍卖品全部拍卖完毕，感谢大家的支持，我老巴托郑重宣布，本届拍卖会正式结束。前五宇宙国疆域境内，一颗无比美丽的淡红色星球，名叫弗拉星球，在宇宙国境内颇有名气，因为这里是一位伟大的不朽存在的家族老巢，而这位不朽在虚拟宇宙公司中也占有一定高位。星球上隶属于虚拟宇宙公司的一支宇宙战士军团正驻扎这里，这支军团中普通士兵最起码也是宇宙级强者。快快点，这前屋拍卖会快要结束了，之前决斗赢的100位兄弟赶紧进入网络，准备去迎接那些大人物。哈哈哈，那拍卖会终于结束了，兄弟们都等急了。一战地极大军营中一时间嘈杂起来。二哥，这听说前屋拍卖会可是聚集了我们宇宙国几乎所有大人物，听说有上百万名界主，还有不少不朽存在，以及一些有超级大背景的年轻人物，你可得帮我们好好看看，回头跟我们说说，这次我们去域外战场一趟也没看到几个不朽。放心吧，上百万名界主，回头跟你们慢慢说。这兵役期限结束回星球领地前，没想到兄弟我竟然有机会去见识见识大场面。听说前屋拍卖会参加最低门槛都是3星级账户，我们可能是一辈子也没机会参加了，这次安排我们军团选100人去真是走运呢。3星级账户什么要求啊？听说存款是要达到10万亿宇宙币。我老天哪，10万亿宇宙币，我的领地才数百颗生命星球，零头都不够啊。各位听众朋友，本集播放完毕，我们下期再见。